综艺天王诸葛亮2009年被媒体拍到穿白色 polo 衫梳油头吃黑轮为复出之路揭开序幕，但诸葛亮出国深造期间吃过的店家不少，据传当年曾经光顾的其中一间黑轮摊已经转进一栋透天店面。诸葛亮吃了十年后来嘛，探一栋楼，没啦，老厝家己拼的啦。黑轮店老板娘感谢诸葛亮光环加持，让生意变好。不过看看他们家的黑轮，其余将果粉浆下锅低温油炸，金黄色外皮撒上胡椒，让人看了食指大动。不少粉丝专程过来，一边吃美食一边怀念偶像。这样是一个很让人家尊敬的演艺人，对，但我可以来对感受他，感受他吃过的感觉。诸葛亮爱吃美食小吃，被他光顾过的店家也都受惠赚诸葛财，生意跟着抢抢棍。除了其余黑轮，府城知名水果店的姜糖番茄也是他的最爱。我若去台南歌厅，我绝对一天上少去吃三摆。我几十年没吃到安尼呢。十几年没吃到最爱的姜糖番茄，诸葛亮在节目上大力分享，吃得津津有味，也吸引许多粉丝前往打卡品尝。另外，像是恒春知名的巷弄美食空肉饭，还有高雄市区的鸭肉饭，也都有许多粉丝po文分享，甚至还有人与诸葛亮在同一个空间用餐过，直呼好开心。好像有报道吧？有报道，我们常常来潮州吃啊。那来潮州吃，我们当然就是一定要过来这边吃一吃啊。诸葛亮爱美食，就算出国深造，还是走到哪吃到哪。现在诸葛亮过世，也让这些用美食与他结缘的店家感到无限遗憾。记者庄全程、陈昭虎、SNG 小组频道报道。